果发一条微博，我说什么时候我也能说，大部分人都不认识。那时候玩可能也就认识那么几个人，什么世界啊、小博士啊什么这些，那时候还没洋葱呢，那时候还没他呢。然后这些老人我还看得比较熟。然后今天呢，咱们各个地方来的人，然后大部分人我看着都有点眼生，我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大家对长板中国以及这个长板运动在中国的普及所做出的贡献。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滑，只要坚持这项运动，都是在为这项运动所做贡献。所以呢，为了答谢大家，今天我们有很多品牌关注我们长板运动，带来了它的很多奖品。咱们就先不发他们的奖品，那些奖品我准备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一会儿开车就走了。Yes.
kick&push 赛冠军，没想到小小年纪今年得了第三名，希望能再接再厉。说得好，谢谢。一套 Orangutan 四 P 的轮子，赵梦。这个是一块 second night 的 cruiser， 这个是今天的咱们女子的一二三等奖，咱们女孩记住了啊，明年的对手啊 ，Scotty 提供了一个1000多块钱 ，T 多少我忘了啊，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高端的耳机，然后也恭喜你，作为新星第一次就拿到了这么好的成绩，长板中国，2012年长板嘉年华。Freestyle 赛冠军，哎呀，热泪盈眶了，猴子热泪盈眶了，你这让你的那些救兵怎么办啊？毫无悬念拿到了，这个实在是让我很欣慰啊。第二名，张小龙，道长你好，这是一个187的头盔，希望咱们。短板不爱的头盔，但长板也很太难为情，好吗？保护好你的头。最后就是我们家的胡润，我的亲爱的宠物猴子洋葱登场。哈喽，哈喽，又得一个冠军。他说他会举到旗子的。